撒哈拉是 Zatok Tsenyam。你可以依据题目呢有关的日常生活中的叙述，去选择最适合的语词语义给予作答。它是三个选项，可以去选择一个答案。那这种题型呢，它是可以，你可以再回头去点选你所要的那一题去做检查，你的答案是否正确。你还可以做反复的动作去做使用。撒哈拉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题。题一题很麻烦。糟糕了，糖被弟弟吃，怎么了？第一个是完了，光光了；第二个是很干净；第三个是清洁。那么它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是吃光了，吃完了。所以它的答案是一，强强。第二题，那两兄弟很像什么样的人？每一次见面就吵架。第一个上坟音是陌生人，七杠音是自己人，染修音是仇人。因为呢，他们两兄弟见面就吵架，所以他们两个是染修音。第三题，泡牛奶的时候给婴儿吃，要用什么样的水来泡呢？才会卫生？第一个是冷水，第二个是热开水，第三个凉水是汽水。那当然要泡给婴儿吃，我们就要用什么样的水？滚水。第四题，有两辆车相撞，撞到呢车子都翻过来了。看到实在很怎么样呢？第一个不应样是给人害怕，第二个是微超样是会害怕，第三个呢等应样是很可怕，很让人害怕。车子被撞了，那看到呢都翻过来了，所以看到是让人家很害怕的。答案是三。第五题，真的很倒霉耶，哈。家里呢上个礼拜被小偷怎么样，做了什么事情有一万多块呢？第一个抢走是抢走，第二个偷走是偷走，第三个骗走是骗走了。因为他们家里遭小偷了，所以呢他的答案是偷走。第六题，他的奶奶以前17岁的时候就做了什么事情？听说明年就要做曾曾祖母了。第一个 hanga 就是出嫁，第二个狗性死亡，第三个出世就是出生。那他要做曾曾祖母，所以17岁的时候就做了什么事呢？当然是 hanga 出嫁的意思。第七题，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洗好，要把什么东西扭干来吊起来？第一个面盆脸盆，第二个面帕毛巾，第三个面纸面纸。我们要把扭干来，那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面帕。第八题，水下得这么大，怎么样由你来帮忙收衣服，不然哦就糟糕了。第一个好控有好处，第二个好带是好在，第三好时很好使用。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好带。题九题，阿星12月通过考试，什么时候就要去外国读大学了？第千烟前年，你穷烟去年，三狗天烟就是过完年，他12月通过，当然隔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就会狗天烟。第十题，煮稀饭的时候如果呢想要它怎么样一点，就要多放一点水。第一个比较淡，第二个气是比较新鲜，第三个馅是比较稀。那它多放水之后呢，煮的稀饭就会比较稀啦，所以它的答案就是馅。题是不是题？这个题目这么难，
谁会怎么样写呢？一好的好在，二唔得不可以，三晓得是会的意思，所以这个答案呢就是会。是不是你听？我睡觉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关什么东西，就不能够睡。第一电线，第二灯泡，第三电灯。那答案就是天佛电灯。十三，妈妈说妹妹很乖，怎么样多吃一块蛋糕？第一个可以，第二个坐着，第三个全部。答案就是什么呢？走的。十四，他是如何聪明还很努力？第一个不仅仅，第二个不过，第三个不是。那他的答案就是但强不仅仅。第十五题，这一杯豆浆很怎么样呢？恐怕是加了太多水了。一又细腻，二小，三很淡。那他的答案就是很淡。第十六题，爸爸说他什么样的时候去过日本读书，才会这么会说日本话？第一个是年轻的时候，第二个是小时候天生的，第三个是还活的时候。那答案就是年轻的时候。第十七题，傍晚的时候雨呢才刚刚下过，东边就会有很漂亮的什么东西会出现在天上。第一个穷是彩虹，第二个太阳，第三个雷。那它的答案就是穷。第十八题，厨房常常会有什么样的蟑螂？真的很肮脏。第一个很讨厌，第二个很得人喜欢，第三个很得人缘。它的答案就是很讨人厌。第十九题，阿树哥送一只钻石的什么东西和他的女朋友求婚？第一个手套，第二个毛巾，第三个戒指。要求婚当然就是戒指金戒咯。第二十题，老人家上下楼梯一定要先怎么样？要小心。这是提醒老人家要怎么做？一快快，二小心，三大步。那答案就是小心。二十一题，妈妈在家里非常的忙碌，怎么样我去买酱油呢？一喊叫，二带，三跟着。那他叫我去买酱油。二十二题，爸爸每一天呢都上夜班，就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？一白天，二昨天，三晚上。因为他晚上夜班，所以他是你西天白天可以休息。二十三题，哦，麻烦了，我的什么东西不记得插电，现在哦没有饭好吃。一小锅子，二电锅，三大锅子。那没有插电当然就是天网。二十四题，这个什么东西用了10多年了还很准哦。一戒指，二手表，三耳环。因为很准，所以它的答案就是手表，西表。你是五题，你若是做了什么，吃多一点，就不会太瘦了。一哈气客气，二努力，三懒惰。你要多吃一点，不会太瘦，当然就是努力吃。二十六题，他吃了三碗饭，两个馒头，觉得肚子还在饿。一还有，二还是，三若有。那他的答案就是还是。二十七题，小孩子什么时候要早一点睡觉，早晨才会起得比较早？第一个
中午，第二个白天，第三个晚上，要早一点睡觉就是晚上。28题，下雨天如果说想要出门，什么是穿着雨鞋脚才不会被淋湿呢？一最好，二还好，三刚刚好。那当然就是什么要穿雨鞋是最好的。29题，中秋节一般人会吃什么东西？还有看月亮。第一个粽子，第二个汤圆，第三个柚子。中秋节一定是吃柚子。题30题，这一次考数学怎么样？你教我，我才会有办法考得这么好。第一个舍得，第二个做得，第三个好在，那当然就是还好。31题，他的家里什么地方贴着春联？是他的爷爷自己写的。一门上，二门牌，三门槛，那当然就是门上咯。32题，我在农场看到了一条大狗，怎么一群羊回羊寮的时候很有趣？一追，二跑，三走，那当然就是他追着羊跑的时候呢很有趣。33题，听说常吃红豆不仅仅脸色会比较好看，还怎么样补血呢？一还可以，二还知道，三就可以，那当然也就是还可以，对不对？34，大蛇如果钻到哪里去就拉不出来了。一洞口，二嘴巴，三田，那它的答案就是洞口。35，阿明从小呢就是他奶奶怎么样大的呢？第一个提，第二个带，第三个放，那当然就是他的奶奶呢带大的。36题，这个婴儿比较少带出门，所以什么人会抱他没有办法抱得到？一熟的人，二陌生人，三自己人，那他的答案当然就是陌生人。37题，我们五六个人在这里看电视，一定有人做了什么事情才会这么臭？第一个打哈欠，第二个放屁，第三个放鞭炮，那当然呢会臭的就是放屁咯。38题，离这个杂货店200公尺的什么以前是一个大池塘？第一个那里，第一个这里，第三个哪里，那当然就是那里咯。39题，老师说怎么样呢？有说明天要抽血哦，有没有听到？第一个是以前，第二个是那个时候，第三个是等一下，因为已经说了，所以是那个时候该哈。40题，妹妹和猫怎么样？好像命一样呢，怎么样去拐她骗她，她就不肯把她送人？第一个是爱，第二个要，第三个是开心，那答案就是她很爱这只猫。41题，明天就要放暑假了，我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去打扫？第一个散漫努力，第二个厉害，第三个干净，那他的动作是很努力的打扫。42题，上下电扶梯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才不会跌倒？第一个站好，第二个蹲好，第三个搭好，我们的答案就是站好。43题，这个厕所很怎么样？是因为常常有人来打扫，
一温暖，二干净，三肮脏。那他的答案就是干净。44题，舅舅，你空空的，如何在家两个礼拜才回去好吗？一休闲，二玩，三走。那我们的答案是选择休闲。45题，做事要先准备什么东西？准备好才不会怎么样那么紧张呢？一每一次，二下一次，三以前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就是每一次。46题，妈妈的年纪很大了，和她说话不要太小声，是说妈妈怎么样了？第一，听不到；第二，不肯听；第三，不想听。她听不到，当然就是听不到咯。47题，一般的家庭大部分会把电锅、瓦斯炉放到什么地方？这样煮饭会比较方便。一、厨房；二、客厅；三、走廊。那我们当然是会把这些锅子放在厨房走哈。48题，草坪里的草长得如何了？不要随便进去踩它。一、很丑；二、很漂亮；三、很舒。那我们的选择就是很漂亮。其实 guilty， 我没有注意到裤子烂了一个，破了一个大洞，还穿着出门，真的是怎么样哦？一客气，二好在，三不好意思。答案当然就是不好意思。50，他的作文才写这么多个字而已，是说他的作文写的怎么样了？一太少，二太多，三太长，当然就是太少咯。51，那一间违章建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死掉了6个消防人员，实在是很可怕。第一个，火烧房子；第二个，三合院；第三个，入新居。那当然就是发生意外，火烧屋。52题，你去看看那个箱子什么地方藏着什么东西。第一个上面，第二个里面，第三个旁边。答案是里面 deep。 53题，阿福伯下个月要娶媳妇，我带阿红去参加，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阿红跟我去；第二个，我叫阿红自己去；第三个，我托阿红去。那答案就是第一个，阿芬天爱喜。55题，爸爸把甘蔗剁成什么给我两兄弟吃？第一个两块，第二个两片，第三个两节。答案就是两节。55题，小弟弟的尿很急，如何厕所的时候呢就拉出来了？第一个忍不住，第二个忍不到，第三个忍不下来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忍不到。56题，看你吃到这么怎样，不会不好意思哦。第一个客气，第二个努力，第三个偷懒。当然他是不会不好意思，就是很努力的吃。第57题，这条路不可以怎么样，我们呢从别的地方走过去。第一个是进去，第二个是进步，第三个是跟着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进去。58题，是2月的天气
还怎么样？真的好奇怪哦。一，温暖；二，热热的；三，把它加热。答案就是温暖。59题，我早上出门呢，忘记了带钥匙，现在家里居然怎么样了？第一个，不可以；第二个，进不去；第三个，出不去。那我们当然就是进不去咯。60题，妈妈大声的喊叫，什么时间了？你如何去学校？会赶不上了啦。一，还在；二，还没；三，还有。那我们当然就是还没去学校咯。61题，他与人下象棋怎么样子输过呢？第一，不成；第二，不好；第三，不像。答案是不成。62题，他骑摩托车出车祸，额头撞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一直流血。第一，一个大洞；二，一个缝；三，一个嘴。答案就是一个大洞。63题，奶奶说，太晚了，小孩子可以去睡觉了。这是叫小孩子做什么呢？一，还不可以去睡；二，快一点去睡；三，不用去睡。那答案就是快一点去睡。64题，老师说，写好的作业从什么地方传到前面来才可以下课？一，上面；二，里面；三，后面。答案就是后面。65题，小妹妹长得很漂亮，她的什么东西大大的，头发长长的，很讨人喜欢？一，眉毛；二，眼睛；三，眼泪。那当然就是眼睛咯。66题，别人夸奖他一下，他就非常的臭屁，是说他的人怎么样？一，精神；二，恍神；三，臭屁。那也就是说他很臭屁咯。67题，我要还你钱，托给了阿朱，要记得和他拿哦。请问这个时候是在说什么意思？一，钱要跟阿朱拿；二，钱是阿朱的；三，阿朱欠人家钱。答案就是钱要和阿朱拿。68题，他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开心到非常不得了，是说他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了？第一，很开心；第二，很无奈；第三，很不好意思。那当然就是动挺咯。69题，阿雄，你在这么热的太阳底下做事，怎么不怕会中暑呢？请问这个时候是说阿雄会怎么样？第一，不会中暑；第二，不会热；第三，会中暑。那答案就是三，会中暑。70题，弟弟吃太多的番薯，如何放屁？一，一直；二，尽情；三，狠。他的答案是一直放屁。71题，菜摘回来了，妈妈叫我帮忙做什么？赶紧来才可以煮。第一个，挑；第二个，打；第三个，拍。那就是要挑菜咯。72题，如果说被蚊子怎么样，就会痒死哦。
一吃到，二刺到，三咬到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咬到。73题，下个礼拜就要考试了，我的书都没有读完，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一书读得太少，二不用读书，三书还没有看好。那他的答案当然就是三树蟒头猴。74题，阿火很紧张，想要去厕所，是说阿火现在怎么样了？一已经在厕所里面了，二还没有去厕所，三很想去厕所。他的答案就是二还没有去厕所。75题，这包东西托你放在你的车上好不好？讲话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一叫人把他那一包东西包起来，二约人一起搭便车，三拜托别人呢给他放东西。那答案就是三，百通音不给表东西。76题，太晚了，有人按门铃，是怎么样有客人来？一难道是，二但是，三也是。答案就是难道是。77题，他的弟弟才7岁，怎么样机器人是很快的，真的很厉害哦。一组合，二盖，三扯下来。那他的答案就是组合掉。78题，我的叔公怎么样？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出殡了，亲戚朋友来的很多。一转身，二过世，三翻身。所以呢，他的答案就是过世，狗训。79题，伯祖母在乡下养了很多什么东西？有猪、羊、牛。一畜生，二三牲，三老板。那他的答案就是挑上畜生。80题，他长得很高，老师把他分配到教室什么样的位置上？一最后，二到最后，三收拾干净。他的答案就是最后面。81题，我的叔叔很会什么东西？大家听到呢都非常非常的认真，都不想走。第一讲故事，第二讲价钱，第三讲和，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讲故事。82题，哥哥今天早上睡得太晚了，没有怎么样公车，去学校才会慢到。第一个赶上，第二个搭着，第三个坐着。那当然他的答案就是赶上，没有赶上公车。83题，今天是过年年三十，阿美姐呢，她如何就要去新公司上班呢？一今年，二去年，三过完年。答案就是过完年。84题，你等一下，我怎么样来？一黏着，二黏到，三马上。答案就是马上来。85，公共场所如果是乱怎么样垃圾，就会被人罚钱。一挑，二收，三
丢，当然是不可以乱丢垃圾。86题，昨天开会我先到，他怎么样子才来？一，有时候；二，同时；三，后面。那答案就是他在后面才来。87题，班长通知大家明天要怎么样在学校大门口集合？一，还早；二，一大早；三，太早。所以集合时间是在一大早。88题，你走得这么快，我怎么样不到呢？一，跟；二，蹲；三，站。答案就是跟不到。89题，他前几天怎么样一个婴儿，现在正在坐月子。一，生；二，出；三，发生了。答案就是生小孩。九，90题，我什么东西想，这个人我曾看过吗？怎么会这么面熟呢？第一个，头脑；第二个，肚子；三，心里面。答案就是心里面。91题，怎么样有你帮忙才会做得这么快好？一，姿势很好；二，心很好；三，好在。答案呢就是好在。92题，这一次的演唱会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买到票的，实在是很幸运。一，最后；二，头尾；三，到最后。答案就是最后，他是最后一个买到的。93题，不要看我这么怎样子电动，其实我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英文哦。一，喜欢玩；二，不好；第三，喜欢凑热闹。打电动当然就是好搞咯。94题，我没有注意到裤子怎么样的一个大洞，还穿着出门，真的是很失礼哦。一，弱；二，破费；三，破烂。所以我们的答案是破烂。95，书架上的书太多了，不要再怎么样进去了呢？一，组合；二，贴上；三，挤。那当然答案就是挤进去咯。96题，你的鞋带没有绑好，走路的时候会跌倒。一，害怕；二，不怕；三，恐怕。答案就是恐怕。97题，你的手这么肮脏，不要没有洗手就拿东西吃，是说大家要注意什么呢？一，不停地吃；二，干净；三，清洁亮丽。所以它的答案就是干净。98题，他被太阳晒到一整天就不会怎样，不知道是用什么样保养品保养的，怎么这么好？一，光；二，黑；三，昏暗。答案是黑雾。99题，桌上的菜如何收干净，恐怕会给苍蝇叮。第一个，如果没有；第二，如果有；第三，又是。那我们的答案是如果没有。100题，这张桌子长有120公分，什么东西有60公分，可以放很多的东西。一，松；二，短；
三宽，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三宽。101题，小弟弟很喜欢读书，一本什么样的书一下子就读完了？一很宽，二很大，三很厚。他的答案就是三很厚。102题，这一班车如果没有赶上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大家要走快一点才好哦。一怎么办？二怎么会知道？三怎么可以？答案就是怎么办。103题，这一包吃剩的零食袋口要用什么东西把它竖起来？第一个盖子，第二个橡皮筋，第三个橡皮擦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橡皮筋。104，你的球鞋这么肮脏，拿去水槽做什么才拿出去晒？一刷干净来，二擦干净来，三抹干净来。答案是刷干净来。105题，阿美养的狗怎么样？不管什么人来，他都分得清清楚楚。一很漂亮，二很聪明，三很安静。他的答案就是很聪明。106，过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小孩子要怎么样比用牵的还安全？一抱，二扛，三举。那我们要用抱的。107题，若是你如何就和人吵架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没有朋友哦。一动不动，二听到，三捡到。那你的答案就是动不动。108题，阿莲嫁给了阿成的哥哥，所以阿莲是阿成的什么人？一阿姨，二大嫂，三姐姐。那他的答案就是二嫂嫂。109题，每一次看到弟弟，他就怎么样和奶奶讨钱呢？非常没有用。一专门，二专心，三用心。答案是专门跟奶奶要钱。110题，作业簿的字写错了，要如何写过呢？第一个擦，第二个抹，第三个捏。那我们的答案是寸。111题，这里有什么饼你要吃吗？一一块，二一只，三一头。那我们说一块饼干。112题，我今天去你家怎么了？你就没有在家哦。一三次，二三通，三三项。当然就是三次咯。113题，爸爸下午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要加班，傍晚的时候呢怎么样如何一起吃饭了，要我们先吃。第一个没有办法，第二很不刚好，三无可奈何。答案就是没有办法。114题，小弟弟等大家做得如何才来吃，这样子才会乖哦。一实在，二非常好，三准备就绪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准备就绪。115题，他家里哪个地方掉的月历是他爸爸公司送的，
第一，墙壁；二，屋顶；三，桌子上。那答案就是墙壁上。116题，外婆每一次什么东西一变，她的风湿就会犯呢？一，天气；二，彩虹；三，天年。答案是天气。117题，今天先给我请，怎么样子才让你出钱呢？一，每次；二，下一次；三，以前。所以答案是下一次。118题，他的爸爸留下来的田产被他卖光光了，现在怎么样子呢？非常的穷。一，痛；二，生气；三，苦。很穷的话，那当然就是苦咯。119题，现在读书呢是开电灯，不用像什么时候要点油灯。一，每一次；二，下一次；三，以前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以前。120题，我蹲在花园的什么草，才半个钟头就累了。一，摸；二，换；三，拔。我们的答案是拔草。121题，煮客家汤圆要放怎么样的艾草，不用太多才会好吃？一，一点；二，一粒；三，一锅。答案当然就是一点。122题，阿秋的皮包怎么样了？不知道是谁捡到。一，倒下来；二，丢掉了，不见了；三，走掉了。我们的答案是丢掉了，不见了。123题，阿文走路呢不小心跌倒，痛得一直怎么样？看到就很舍不得哦。一，讲；二，哭；三，生气。答案是哭。124题，骑脚踏车走下坡的时候，什么东西要按着才不会溜得那么快？一，轮子；二，刹车；三，铃铛。答案是刹车。125题，现在的人如果不会用手机、用电脑，那就怎么了？一，跟人不上；二，跟得上人；三，有人会跟上。答案是跟人不上，跟不到人。126题，明天要注册，钱居然掉了，要什么样子才好呢？一，怎么会；二，怎么办；三，怎么这么刚好。答案是怎么办。127题，学校下课的时候，我和同学一起怎么样跑步？一，运动场；二，厕所；三，办公室。跑步当然就是润同乡运动场咯。128，他卖的衣服如何？再便宜也不要跟他买。一，很丑；二，很漂亮；三，很干净。那我们的答案就是一，暗贼。